苹果公司在台湾时间的8号凌晨1点举行了秋季发表会，当然众所瞩目的 iPhone 14终于亮相了。好， iPhone 14的系列当中，这回推出了4款的机型，其中 iPhone 14 Pro 还有 iPhone 14 Pro Max 终于是剪掉刘海，改成长条状药丸荧幕的设计，而且呢还特别推出了新色深紫色，更加入了车祸侦测还有卫星通讯的 SOS 紧急服务。除了 iPhone 14之外呢，苹果也一口气推出了3款新 Apple Watch 还有 AirPods Pro 2的耳机。在苹果推出新一代的 iPhone 前2天，我们来看到这回是大陆的手机品牌华为倒是抢先推出了全球首款支援大陆北斗卫星技术的全新手机。尽管呢，在美国的制裁之下，华为依然没有办法取得 5G 的技术，但是新的手机宣示着华为将会在卫星通讯技术和苹果一较高下。抢在苹果公开最新 iPhone 之前，华为推出全新 Mate 50系列旗舰手机，主打全球首款支援卫星通讯技术的大众手机。今天我们带来了全球首款支持北斗卫星消息的大众智能手机。在美国以国安为由寄出4轮制裁之下，华为虽然无法取得 5G 晶片，但新手机搭载卫星通讯功能，在技术上比 5G 更上层楼。透过大陆自家北斗卫星，华为用户无论在深山、沙漠或是荒野，任何没有电信网络讯号的地方，都依然能够发送讯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发展前进的步伐。北斗卫星更是在美国不断打压下大陆发展的成就。北斗系统目前拥有56颗卫星，定位精确度上比美国 GPS 更高，而且已经拿下137国订单，预计2023年总产值将达到7154亿人民币。科技应该造福全人类，不应该成为限制或者是遏制别国发展的手段。中美竞争白热化之际，尽管美国在各个领域牵制大陆发展，但大陆不但没有遭到打击，表现甚至更加亮眼。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油价还有美国的公债殖利率下跌，美国的主要股市在今天是收红的。其中来看到 Nasdaq 指数更是结束过去7个交易日连续收黑的跌势，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435.98点，而且呢最后是收在31581.28点。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则是上扬了71.68点，最后收在3979.87点。指数扬升了246.99点，最后是收在11791.90点。好，台股的部分呢，在7号这一天杀盘再起了外资扩大卖超，在昨天汇出超过12亿的美元，加重整个新台币的贬值压力，因此呢，中场就贬值了1.82角，为超过3个月单日最大的跌幅。现在已经连续5个交易日收跌了，最后是收在30.928元兑换1美元做收，续创近3年的新低价。在今天呢，还不排除要测试31元的关卡。好，我们来看到，这真的是一个警讯了，因为美国的商业环境风险评估公司最新投资环境风险评估报告出炉了，受到了近期中国的军演，还有两岸之间的紧张情势升高，台湾的政治风险大幅的上升，排名较前次调查重挫12名，现在来到了36名，拖累全球的投资环境风险评比的排名落到了全球第6名。好，当然这一回是罕见的倒退了3名。俄罗斯的天然气公司已经说了，他们将要把对大陆的天然气出口付款的方式，从原本的欧元还有美元改成卢布和人民币。好，对于这个部分呢，时事评论员谢寒冰分析了，这是美国迫使下的结果。我们带您一块来听听看。这个主场虽然是俄罗斯的，是普丁办的，可是现在的俄罗斯已经不是几十年前那个苏联了。所以他现在不管在经济实力上甚至军事实力上都不像以前那么样的强大，所以在这个时候显然中国大陆在这个新的成立的集团里头的地位加强非常多，他站在一个相对枢纽的一个地位。那我就觉得他们双方会同意将来购买这些物资直接抛开美元，直接用彼此货币交易，我觉得这非常正常，因为俄罗斯现在正在被制裁，所以我怎么可能跑去用美元交易？我不自找自己的麻烦？对啊，对啊，干嘛要让美国人去赚这个钱？而且说真的，本来欧洲、本来中国、大陆都一直想要摆脱美元的控制。他们就欧元，其实欧洲这些国家联合起来的，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跟美国抗衡的。
那他们也希望欧元能够独立成为世界货币。所以现在这一波对俄罗斯的制裁看起来是把欧盟这些国家整得七窍生烟，然后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反而借这个机会加速美元的崩解，因为过去美元就是靠石油载制全世界，那现在慢慢因为美国自己造成的这个整个裂解，那欧元也不够强势的时候，这时候刚好给他们一个契机，我加速脱离跟美元脱钩，我觉得这是他们很必然的反应啊。那缅甸就更不要讲了，缅甸这个世界上愿意卖他油的国家也不多，讲实在话，他国家经济状况也不是太好，然后他也受到美国很多的制裁，所以俄罗斯愿意卖他，当然你要什么币值，我当然就同意用什么币值，对他们来讲很正常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是美国逼死这样的一个新的联盟成立，然后他们会逐渐深化，因为这些国家可能都或多或少被美国排斥或受到美国的制裁，然后他们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很深，那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可能也有相对的依赖，那这样的话这个结合就会越来越强势，到最后就开始形成一个独立于西方世界之外的一个集团。我觉得未来这种抗争大概就真正开始了。来科普一下哦，这个水神呢，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会还原成水哦，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万万水神呢，不伤人体，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如果不够用的话呢，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机买回家自己来使用。